只要知道小芳还活着，就总有找到她的一天。夫人，你先别难过。哎，也只能保持这种乐观的态度，不然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呀？正好我们公司重新企划了一个新的寻人栏目，制作的过程呢也比之前的更细腻一些。我想透过这个管道，就算一时找不到人吧，起码也可以搜寻到一些相关的线索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这是天意呀，他帮我们母女团聚呀。不过这需要夫人您提供一些小芳的物品来作为线索。哦，有有有，我今天带了小芳的照片来。这照片可是我们夫妻俩唯一的寄托啊。这是小芳小时候的照片，您放心，这些照片我会拿去扫描，等扫描完了立刻拿过来给你。浩谦啊，你一定要帮我找到小芳。我希望在我临终之前能够见到小芳，咱们一家人好团聚。夫人您先别难过，我一定会尽我的全力帮你把小芳找回来的。谢谢你，浩谦。哎呀，谢谢。